好，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好，一样，我们继续这个闻天祥和前人证啊。上一集我们把那个韩愈的，他引用的韩愈的那一首诗已经圆满，那个。那个叫什么？啊，到横越庙题的那个诗啊，题那个门楼的诗。那这上一期的我已经识金秀，这个当然比较清晰了啊。我们这个 Facebook 的是照荧幕，它就会有那个回光，那个叫什么光也不知道。那个。我也都附在我们那个直播的那个讯息里头，然后都有这个石敬秀的位置。那我们回来，我们这个，然后教材里头也都会有这个，各一集直播的这个石敬秀的那个连结，你可以点就可以。接下来我们这就完全解了啊，那个上一次已经讲过，这是讲那个礼服啊，那个前人礼服，礼安服肯在又礼服啊，礼服这个他的家乡在衡州嘛，就衡越对不对？衡山这里啊，那衡山这个地方呢，云渡五桥啊，五桥当然是他居住用陪度的那个别墅啊，隐居居住。当然这里他不是隐居，只是取他的住所那里啊。这里五桥只是取他的住所。你看我们昨天好像是到这里嘛啊。达官贵人的住所啊，官邸，只是用来做这个的，没有并因无隐居之意啊。那这个云，你看读完了韩愈诗，所以花的时间值得啊。老天不负苦心人呐、啊！哦，绝对没有说白花，花那么多时间值不值得？一开始可能觉得哇，投资的成本好像不成比例，可是你真的回收的时候，你就不可思议了啊、哦！真的是像，所以那个佛世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经典里头常常教我们说很多功德？他每次都讲一大堆哦，觉得哇、哦，听个经啊，或者做个布施，功德就多多。然后常常又讲不可思议，就是类似这样。你想想看哦，假如那时候觉得啊，这一篇是文天祥和前人证，你去扯到这个韩愈的夜衡月庙岁宿月事题门楼都干什么？那你这个现在这个云渡五桥的云就落空了，对不对？那你看哈。这个、对不对？这里云闲云野鹤，前面还是错的，对不对？我们这里做一个书签 ，Ctrl Shift F 5就是云。那你再到这里。做好这个书签，在这云渡五桥，下一次就可以参考这个书签的位置。你看，这云，你看读过韩愈诗“喷云谢雾长半幅”，你看那个衡山被云雾笼绕，虽有绝顶谁能求？那这里耶，当然不是韩愈那个意思，虽有绝顶谁能求，只有李福先生您行啊，对不对？就巴结他，恭维他，既然这是贺他新年。对不对？你又瘦又齐来借，对不对？胎内金子啊，你当然能够穷嘛。所以云渡五桥，你不会被那个云遮住嘛？你可以穷其绝顶，对不对？
都含有这个言外之意。我们换个立场想，我今天写文章给别人，引用了这个典故，西部上里头含有的正能量，正面的也一样附在信里头。那读者或收信人收到了我这个贺礼或者心意的话，哇，他是有学养的，会觉得哇，你真的。那就算我没有这个意思，里头夹杂这些被他读出来，就好像我们常讲的，像我们读《上海行》或者什么，你读出来有这个意思，作者原来刚开始可能没有，还有一种可能是他自己也忘了当初有没有这个寓意。那只要带回去 为他的作品可以增光增色的，意思更圆满、更融通、更广大的，哪一个作者会说啊，没有，绝对没有，是不是像你这样读，对不对？啊，所以文学批评里头会有说作者已死嘛？你看我他在韩愈诗里头，谁能穷是一种有绝望的，对不对？谁能到达那边？当然他也有正面的啊、哦，因为我们有点到为止了啊、哦。你看前面的那个，他也有正面的、啊，谁能穷？当然正人君子能穷啊、哦。那他那一首诗主要是负面的那个倾向，那可是你看用在文天祥用在这里的话，他绝对不是取韩愈那头是负面被贬谪那个、哦、一定是取他正面的来用、嗯、所以你看好的东西都跟他在一起，就是这两句在讲，对不对？那某官当然上下文没别的，就一定是这个前人啊、哦、只是不知道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叫他是某官，通常称某哦都没有不好的意思、哦、官、哦、也许是公事，用来等待填入姓名用吧。那个成文格式啦，公式成文格式，这个成文就是一定的那个，就像应用文有一定的那个什么规格，那你只要把那个变动的会改变的，就像一个封信写好了，只要把姓名改一改，就知道寄给不同的人，和内容是一样。嗯，程式就一定的啊，程序和模式啊。那这两个当然是相对位置相关之意咯。那西方的美人，我们讲过这是用什么典故？太内君子当然应该不用典故啦，当然如果厉害的人查得到这一句又前有所本的话，当然也是了不起。因为写这个骈俪文、诗文有时候就斗这个自己的学养，所以说有两脚输出嘛。你学过的东西可以融合到你的，所以它讲究这个用点，而且用到 不走痕迹。那西方美人我们上一次查过，原来它是出自这个嘛，用美人去查，对不对？你用西方美人查是查不到的，可能哎不一定哦，不一定还有了。那这个西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是，对不对？西方美人啊，品德美好的人，这就不用再累赘一个了、哦、这是也是汉语大词典贡献的、哦、那国学大师我们附上网址就知道了、哦、所以我们还是归功于这个最原始真正有著作权的人、哦、这才是尊重著作权啊。你今天如果除非是人家不买你的书让你大亏本，或者说你活不下去、哦、真的侵害你的利益，那买书的也是那些人，我相信会买的还是会买嘛。假如是因为有这个资料就不买了，当然也有可能有人摆档，因为他觉得需要买那么大套又那么贵，
那么多钱呢、啊，不一定贵啦哦，那么多钱总会犹豫，那有资料啊就不买，这个一定会有。可是人家犹豫也不一定你赚得到他那个钱呐、啊。那、啊、真的想买了，因为有这个资料而不买，你这个才是真的亏到你的，对不对？亏到你的本嘛，伤害到你的利益，这个很难算呐、你这里总不能说国学大，你就算有国家也要留一个。连接让人家点去知道哦，最好直接，因为国学大师他这里也不是很明显写说，有人不仔细看的话，不知道这是汉语大词典嘛，这个字应该大一点哦，所以也不能怪他，因为你们啊，他也没有刻意小，可能是像美人，他主要美人那样大，因为人为的是啥美人，他是整个版面配置设计的问题哦，他如果说刻意变小字，那就是有点可疑了，没有嘛？你看他这就这样。哦，因为人家主要是内容嘛，不是这个嘛。可是你看他接的还是有这些啊，随时让你可以点阅、查阅其他资料，或者哦，这个资料是哪来的？哦，就不需要累赘的讲说，这等于是昭然若揭嘛，司马昭之心，人皆知之嘛。啊，大家公认知道了，当然就不需要。那又来了，要不要再读一次《诗经》的解析啊？哦。我们要取什么版本比较好哎？当然是十三经注疏软文课本，一般第一个想到的。那我们大概瞄一下哈就好了，不能像那个韩愈的那个哦，可是一样的道理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这样快速的瞄，未必好。简析简析，等一下我看我这个。放大镜可不可以变成那个全域的啊、哦？可以切换的，是吗？就不要只是上面的，因为上面它会影响到别的视窗的那个。简析简析，方将万物，日之方中，在上，在前，上处，溯溪与鱼或无物。啊，这会念鱼或者鱼，你想换成女字旁，不就娱乐的娱吗？就乌跟鱼可以讲，溯溪与鱼或无宫廷万物，当然念无啦，因为比较压现在的韵。有力如虎，支配如主，对不对？叫乌林。那简析简析，方将万物，日之方中在前上处。哦，然后他压仄声韵啊，五处。左手执月，右手秉笛。赫如卧者，公言席绝。赫如就赫然，如就然，像什么样子啊？卧者，公言席绝。然后山有正，席有陵，云谁之师？哦，要命！西方美人啊，云谁是师的意思就是师谁。啊，在思谁啊？啊，云谁？这个云要怎么说啊？云是说嘛？哦，他在想谁？他的意思，这是要倒叙同族讲啊。云谁？啊，这个查字典应该有。这文法里头，云是一个功能性词，谁？云谁？啊，要怎么说呢？他在想谁呢？啊，如果白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想谁？后面回答：西方的美人，比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啊，比美人兮，西方的这可能是。有不知道他写作的什么时候啦？这个西方该不会是指西周吧？对不对？那时候纣王、商朝的暴政，或者西周他们政治师啊、哦，认为西方那个周朝比较好啊、哦，西方之人，所以在西边的人呢、啊，哦，那很妙啊！你看我们还好瞄了一下，这个当然我们不细说了啊、哦，主要抓这个，因为我们。还要这样，回来这里，对不对？原来是云谁之是西方，云谁之是西方本人，别人是西方之人兮，对不对？啊、哦，这不好啊！这版本竟然那么烂啊！来，我们看这个《十三经注疏》。
这可以了啊。对，要打软点。然后这个减息是多少嘞？等一下我换一下，才能用那个。当然我可以用学校云端啦、啊、可是没差，现在不用，这个频宽比较宽，不用那么大的频宽，原来的那个已经够用了、哦、因为它这个认 IP 的、哦、怎么用它，哎，刚刚是免费就可以，我现在是要找它的位置，是在第几卷，第三，我看去第三，诗经毛诗正义，对不对？啊，它这个好可惜，这个图太小，啊，卷22-3，啊，你要到这里看不到没有？我求，这有些是我做的，啊、这才卷二，卷十后面。这才卷18嘞，快到尾巴了，哇，真的很尾巴嘞。这个是谁的？尾巴后面不是雅吗？小雅、大雅，怎么会是背风呢？还是我这个选错了、那个嗯、被封啊，哎，卷22-3啊，有没有那个小字小了一点，所以各位看到了哈，使劲修给你看，卷22-3快到了，22，所以114呢，图怎么秀那么慢？3:1了，23啊，被封。减息嘛，这念背，你看以前都死背啊、哦，那那其实你字形结构换部首就是用什么？用这个背去记就很好记啊，对不对？这个不是念背吗？所以背北北背，我们一般。偏旁是念北嘛，北边的北啊，声调不重要、啊、你用那个背就好记啊，背啊，背在哪里呢？河南省长汀县东嘛，对不对？嗯，这都顺便学了哦，我虽然明天要上课了，那个地震歌还没弄啊，没关系啦，那你也不教了哦，尽力就好了，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学问哦，不是？哎，哦，那是北风，北门，就有这个。云谁之是西方美人，比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来。这个我们就这样就好了。那、西方之人可见怎么样？对不对？且有德。
对，所以接下来就是宇内太内君子嘛，西方美人，确实啊，横越湖南在那边啊，可见这里真的则文山先生当初在，我们还是尊敬一点啊，李福先生啊，虽然这连名带姓叫了啊，对我们天祥更尊敬了。啊，文山是他是字君瑞嘛，哦。哦，文山是号，那对他更恭喜吕善、宋瑞，啊，文山，啊，信国公当然就更尊敬了啊，文山姓称号当然更疏远，越疏远就表示你对他越恭敬嘛，啊，不敢坐在他旁边靠近他。对不对？应该是。也是这样，所以你看看过原文的还是有差，啊，我们刚刚讲他引用这个最好是能够包含的意象最多，刚好又符合西方，就好像我们在讲那个什么中文音，对不对？他为什么要用上海行李的？他为什么要去无故人呢？劝君更尽一杯酒，对不对？西出洋，为什么用西？因为台湾在中国大陆东边嘛。那你去了大陆，是不是就是西边？那他引用这个，是不是就是一语双关？对啊，上海在台湾的西嘛。对啊，就像这一样。那文天祥应该也在他的东方。嗯，西方有德之人，然后他热衷国语言灵。生和力，这要一起看，很明显是一个对仗句子。嗯，你看，声光，那声当然是耳朵喽。啊，注意，光是目嘛，对不对？有七星大法又来了，对不对？这个《兰亭集序》说。即视听之余嘛，性可乐也，对不对？视是不是就是目？听是不是就是耳？哦，对，声和滤镜，光净清度。那来到你看滤镜比较不懂，我们刚开始猜的时候还猜什么？可能是那个绿树啊景色。可是它既然跟清度对，清度比较容易对我啦，当然你们可能还不一定。对不对？至少先破解新都啊，新都应该就是帝都，对不对？天地所居的嘛，天地好像前面有用到，对不对？是读韩愈的诗的时候才，你看又用屈原的东西啊，所以他用了不少屈原，一开始就用离骚，对不对？帝都嘛，啊，天地所居。天地所居的空气啊，帝都啊，在天为天上天地，在地就是人地帝王嘛，啊啊，那光净清都就是，对不对？应该他已经做官了嘛，那时候啊，所以我们原来才觉得他好像被征说，哎，有啊，贺啊，否则就是称呼他当年怎么当官的。有心握于贺书，你看这是真的是被征召，尤其贺书啊，崔雄班，或者说他贺书不一定是征召贤人，而是他可能帮皇帝起的一些草，起草的一些诏文、诏书啊。啊，然后这个乐和拜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然后又要先抓动词嘛。都是这样，先抓动词，所以谁知道？因为这样，对不对？所以知道乐当读，乐山仁者乐山的乐，仁者要山，对不对？喜好，喜好中古啊、哦，
在园林间喜好，可是也可以是乐，以此为乐或以什么为乐啊？对吧？为快乐。对，在园林间间钟声鼓声的快乐啊，享受。钟鼓就是钟鼓，那我们查一下这个，这个钟不用查了啊，铁定的。鼓它其实只是一体字而已，鼓的一体字，对不对？一体字就读音字义是完全一样的啊，只不过这个你看，这个是这个告字是强调。才子，对不对？构字也要做一个词汇。它的什么用途是用手去敲的，你看敲跟所以，对不对？这个东西那鼓欸，现在鼓是支是错了，这个就是敲，用手拿了一个棒棒。这应该是因为鼓和那个都有，所以你看那个鼓的，那个鼓的异体字再去看看，一定有，你看异体字是一定有这个瀑布啊，敲我们教育的教右边就瀑布嘛，它有两种写法嘛，一个人要教育呢，扑就扑打哦，拿东西去扑啊，所以扑打的扑刚好那个声音还一样，你看那个鼓一定有瀑布的，你看有瀑布的，我这个格讲皮革嘛，皮革去敲敲打皮革的意思啊，这个是这个的鼓，那你看这个有没有，有没有就有这个鼓嘛，对不对？那就有这个敲打的嘛，哦，所以可是我们现在是定为这个支啊，应该是讹辩啊，就错鸡飞城市就这样，错的反而当对的用。应该是这样，这个啊，应该是要查古文字古林比较好，看，因为说文解字一错，后面就跟着解释错哦，然后现在学者研究要根据一些古文字才能订正这些。你看，像手持夫行，夫就是敲鼓的棒棒，这个是像手抓着那一根棒棒的样子，林一光先生讲，林一光照他这个排名可能是清末明初，我都还不知道林一光是什么时代人呢，顺便了解一下，1932就过世了，藏于古文字研究，是要员。民国21年就过世，还没对日抗战，也难怪他常常排在这个很前面。桑承宗、唐兰都算蛮早的前辈，这个连像那个林一光都可以当，有嘞，
古典已经有这个名字，有这个说法嘛？所以现在这个"资"是错，"资"不是这个意思啊，"资"原来的意思，你看它是什么意思？知的本意是什么呢？这个都是看王立汉语古字典也可以，他会讲那个本意，照本意去排。刚开始是差字，所以差分叉出来的枝条是知的本意啊。虚复啊，虚了啊。原来是类似"各"这个字写分析出来啊，那这个马先生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你们可以看一看，照我这样去查，我们就不细说。有问题当然随时欢迎交流了，再来帮你解读都可以，不要来要翻译，好吧？然后像这一次已经跟大家。那么当头棒喝了啊，然后去读懂它，不是要翻译。那我们刚看这个是为了什么？你看，刚好这一篇是什么？简析泉水，所以我们这里可以，不是简析，这是泉水。然后上一篇是简析，来。整齐，你看下一次人家就方便了嘛，这里就有减七可以点的，刚刚还没有，每日可以跳到这来了，方便别人，方便自己嘛。老师会使用，使用者不付出，这是个毛丘啊，毛丘可能有人做了。没有，不行，我有看到。哦，毛丘有人喝，减七泉水往后才没人做。哦，是我也有人做了。啊，也许是我做的啊。那接下来是汉广嘛？我们瞄一下刚刚那个简析，词不用写。所以我说有隐退思想啊，文天祥这里还是不能放弃啊，有这个嫌疑那因为你看他引用那个毛诗，还是有没有用的闲人嘛？对不对？云是谁之诗？一些我又也是名句，北门次不是也？北风次虐也，对啊，就增加以后的。北风就可以点月了，啊，静女也是在这，汉广还是没人懂，静女在这，静女是，那之前国文选有选这一篇，那心态是，你看我们做这些，到时候。这里在刷新，对不对？多了这个偏手，可以去跳选心态。二子成舟，泊舟。稍微贡献一下就好，强有词。
金志写了。君子写了。丧钟。好，可以了。好，再来。乐中谷于园林啊，于昌河。那园林的话，你看园林对昌河是什么？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所以他为什么用五桥也是有道理，就表示在也嘛。园林对昌河。啊，你一查昌河是吗？一定是帝都之类的。哦，你看天门嘛，皇宫正门，对不对？对啊，所以这是在朝对在野。哦，这个昌河是在朝。在也就是园林嘛，所以他这个也是，或者这是公，这个是私嘛，这个是下班后，这个是上班时啊，对不对？上班很棒哦，这个班就是朝班。我们现在为什么上班上班？原来就是朝班上朝啊、哦，以前没有上班的、啊，以前是农业社会。嗯，就是用以前那个上朝来指，现在你看现在把工商业社会大家也不做官，还是用上班，是这样。啊，其实这是从园林，园林你看我们说田园诗人嘛，啊，这个一定是，你看吸引园林对吧？还有吸引园林，啊。看还有这个词汇，吸引就退了嘛，哦、退隐闲居了，对不对？哦，他还没有古文的例子了，还是、哦、这个影就身影，有影子就有形体嘛，对不对？影形影不离啊，所以他不是讲身形，不讲身体，讲影，就是文学语言，你就知道在搞吸引就吸形或吸身，把身体。形体休息了，嗯，嗯，你看吸引念听起来就是比习形或者习声好，对不对？有时候就念起来像我们念那个韩愈的诗哦，念起来读他文艺觉得很拗口，可是念起来就朗朗上口，哦、念起来就顺呐、啊，就好像这个明明意思是身体休息了，他却说影子休息，意思好像有点拗口，可是听起来声音吸引比习形或习声好。对不对？你就知道文学在搞什么，语文在妙用是怎么运用的啊、哦？你看刚好这个相对嘛，所以就是这就是怎样？其实这两句你看我们越解越多啊，一开始哪读得到这么多？这就是《岳阳楼记》里头，《岳阳楼》你看带回二座还是之前啊，在文天祥之前。此二句对句集怎样？那个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我刚好倒过来写，你才明白它是什么。
对不对？这个是楚江湖嘛，啊，对不对？那庙堂，昌河嘛，你看换汤不换药，是不是天下文章一大啊？都是抽换字面而已嘛，是不是？那这言外之意就是他难道是喜欢声色场所的吗？在那中医当然不是嘛，还是忧嘛，为国是，你看他最后还为殉国了，所以他才堪称太内君子。还有前面那个太内君子没讲完啊，太内什么意思？西方容易，对不对？太内是不是就宇内啊？你说太内，奇怪，是太内没错吗？对啊，这是一体字。没有嘞。那什么叫太内君子？一般是讲宇内嘛，宇宙之内。哦，竟然还要太内化！天哪！像这个我不要了，怎么办？太内数雷之数，我不要太内雷。那翻译太内乐，那你就这样，我不要就。加个减号在前面，就否定它。你看查出来就是没有，主要善用 Google 这种查询指令，你看就没有了。太内花园不要，君子。哦，太内卦之阳。哦，这个太原来单字想不辞，太卦。哎呀，所以你看要这样，太内则谓之太内，内君子外观则谓之太内，哇，哦，哈哈，那么内小人万身之否，内君子外小人，太则太内君子而外小人。哎呦，哎，来你看，把这个记下来，是这样找到的。原来此太是太卦，所以不是宇内君子，所以还好没有漏掉这个啊。这要再复制一次。太内，这个我们到后面去说。那前面是谈西方美人嘛，后面太内，哦，是这样找到了太。所以你看，有时候是用方法去想到答案，有时候查出来答案才知道啊，这还是方，这个太没想到是易经的太卦，嗯，哦，易经太卦的太，然后就看太卦。太卦，对不对？内君子，外小人。哦，嗯，
易经探卦探渊啊，这个探易学网嘛，有名的。我那个老师也易学专家，也是用这一个网站，你就知道它还是有一定的可用性。嗯，你看，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小人，太内君子，是不是？这内就是这样来的，太内。太内君子是这两个字，我看到。然后改颜色，就是这个太内。君子是不是就这个？你是不是就好清楚了？太内君子，用易经。唉，所以形容他是君子就对了，没别的意思了啊，是符合易经对君子的要求标准啊，也表示当时的时政还算清明啊，可以容纳他在朝廷里头拍拍照，对不对？啊，西方美人，对不对？那西方美人《诗经》那也是说不用贤，现在当然是用贤了。然后后来再去歌颂他说，这个人呢，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心，对不对？身和律己。这个声不会糜烂，不是靡靡之音的。那接下来再破这个滤镜，到底是什么？大概也是专有名词。嗯，就像清都是专有名词嘛。对不对？清都，来看一下滤镜，这有一体字，所以必须转换一下。这不用看了啊、嗯，这个就够了，嗯，就够了。这又有一本古书，可以加到我的图书馆，收藏就好。这什么书啊？哦、嗯，我连书名都。可能是用汉语拼音吧，还是什么？啊，那但愿内君子而外小人，这太内小人而外君子，是否？啊，滤镜，没有，生和滤镜。哦，秒零，看零秒空阔，滤镜不可脱。看零秒空阔，我看又用韩，因为它韩愈的、啊、易经的、啊、诗经的、啊、屈原的都用点，所以这个嫌疑很重啊。哦那一样，我们用那个什么，上一次戴资格功劳不小，查到啊。先不用杀鸡，不用牛刀，滤镜，对不起，还要用简化字。哇，258哎，那只要我用，我用这个新汉集应该也是会有的。对啊，哇，好啊。三顾四就有了，来声和力尽，那我们就用这个了。声音和滤镜有什么关系？刚刚不是滤镜清净机了，这也要排除的，啊。滤镜历史
滴进好感。不加这个还不行，对不对？不要这些干扰。滤镜滤视已经不要了。哎呀，滤镜滤滤视。好，那么滤镜滤喷，就不要这个，这个没用，没有按滤镜。跟声有什么关系？音呢？爱滤镜，你看，这就有了滤镜音，启明宝典。深河滤镜，游览观光地名用滤镜滤癌滤污，所以这个还是那个滤嘛。深河滤镜，这个滤可能是讲它环境，还是像我们原来讲的就是草木那种滤，对不对？很干净，在那个田园中，声音是很柔和的啊，环境是很干净的，大概是这样。只能这样了。看一下韩愈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也蛮多的，哦。知音原来是盛唐知音，明浙历镜花是这个吗？不是，谁的诗？东野，孟东野，孟郊跟韩愈同时。对，孟浩然与孟郊。明错滤镜花，南泉敌我今，三月欺我心。明错滤镜花，今送青商音。这个应该是读成明错滤镜花，今送青的商音，怎么会青商音滤镜花？何处笑为别？我觉得还是这个大可比较好。让它固定在那个又固不掉。以连接扩充作，这样就可以固定在上方。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了。这个直的当然是拉在左边比较好，没关系。这个没有啊，这也没什么。哇，这那么多看不完了，都是滤镜，大家常用深河滤镜。三古诗集数是值得一看的。这个呢，是不全的，永贞滤镜不可透。功会景，水真滤镜不可透，云若空行无所依，竹群明世界。水真滤镜不可透，这还是指环境的滤了。
群松狮，欲静不摇风，欲静数毛发，千场拂剑处，欲静数毛发，身何虑静，温风媚形色，虑静无成垢，青瓷虑静淡成天，衰脸皮虑静，这都是环境的虑，所以这个虑还是看来是环境。可是虑静有虑静亭嘛，所以是环境的虑，相对位置是清都嘛。因为清都是地，对不对？绿镜阴也是地，对不对？所以绿是人，是那个草绿嘛。草木扶苏是绿嘛，然后很干净，表示对吧？是清净的，清净居处，隐居地或怎样？这一样。这个友谊的我都先做个词，哪一天也许再来好好研究。声和律静光静清都、就是声音在园林里头的音乐呢和环境融合一起。类似这样，和啊，融合啊，和和嘛，对不对？所以他用和啊，声和力静啊。那甚至我们说和面条，对不对？把它和起来。把它融合在一起了，生获滤镜，然后拜衣冠于仓里，那拜衣冠于仓里就是仓和，前面讲过的是地门嘛，天门嘛。然后在朝廷，对不对？拜衣冠就是上朝啦，做礼拜啦，在鱼就在嘛，所以都到处都在朝廷任职的时候呢，光进清都，他也能够跟那个权力中枢很近。那光当然这里可能是什么光彩，或者我们说声誉啦，他的名誉啦。是我们说风光，它很风光嘛，也可以，对吧？就是比较能够走进权力的核心，比较能够受到重视和赏识，这是他在朝廷的表现，这是他在野的表现，应该是这样，应该不需要再查什么典故了，字面上去看，大概是这个意思，应该没错，当然有错的，以后再发怒忏悔嘛，再改没关系，表心卧于鹤书，吹琼斑于鳌镜。那一样，这用相对位置相关之理来帮助读。所以这种对句带的，虽然哦，这个表我本来怀疑是
为陈情表的表名词，但相对位置有相关字义，吹并非名词，对吧？这个才时候才所以，对不对？表可以当动词用啊，对不对？表心卧与贺进吹琼班，那假如这样是对的很工整的话，琼班心卧，对不对？班是名词嘛，这个比较简单。所以我应该也是名词、哦、好奇怪，那心对穷是形容词嘛、哦、这很明白，所以这比较难的，反正用浅淡去推。那贺书是诏书，征召贤士，诏书书体，所以还是有征召啊。王勇也只诏说一般，原来是专门题材的、专门主题的贺书，那个诏书，后来指一般的都可以叫贺书。嗯，贺书敖进，嗯。那敖进比较难，啊，贺书对敖进呢，所以这个全都是敖进的话，进想到紫禁城进，那就恭敬嘛。还有禁卫军的禁。进再去查敖进，敖的话想到独占，想到什么？独占鳌头的鳌。哦，这是字形结构换部首而已。哦，哦，它一个下面是闽部，一个是语部，这是一样，这是一体字。哦。没有，那有敖术哦，所以他是翰林院做官嘛。翰林院在宫禁之内，对不对？所以这个敖进就是敖术。你看，也叫敖进啊。是不是在宫禁之内？哦，禁止闲杂人等种族，所以叫禁，也叫熬夜，因为在权力中枢的旁边，所以他光禁清都嘛。那义，你看义就是在旁边扶着，哦、嗯，敖庶，敖庶对，当名词是庶啊，当动词是庶啊，然后名词是庶，动词是庶，签名，啊。再看一下刚刚那个，你看用全文找，你们刚刚有看御书也跟敖进有关的，敖进错颇目，所以诏书是御书啦、哦、那他这也不是用御书，他是用贺书，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
吹琼班于鳌镜，表星卧于鹤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做翰林的官，做翰林。啊，在翰林里头，我们刚才讲上班嘛，朝班嘛，上朝廷要排班，吹琼班为什么要琼班呢？这里应该是讲他在朝廷办公上朝的样子啦，鳌镜，你看翰林院的别称，翰林院，琼班也许是最尾巴了，吹琼班他也许是比较新的嘛，所以排班在后面嘛，叫吹琼班叫他赶快上朝啦，大概是这样，琼班没有。我们说穷途末路，那一样那个戴资格，穷应该没有简化字嘛，穷班也没有，是。这个雌雄斑马那个斑是斑骨鲁干不是啊，雄斑蝉鸣茂天一个，雌雄斑马不是，应该还是雌雄斑马，雄斑还没有，那我用简化字找找看。有啊，简化字，穷有简化字，为穷班碑嘛，就是这个嘛，穷班大概就是这个字的省称，为穷班碑，为穷班碑，对吗？这个真了不起，那我再看看那个好不好查，那个国学大师的。吹，因为魏碑的已经在后面，所以要吹他赶快上朝啊。这个就比较适应一点啊。哎呀，现在那么多书，古籍全文检索，竟然才这样。哎呀，不限范围。那还没有戴资格好哦。戴资格也是他有心收集网上所有的电子文献。哎呦。这个穷班就是。英籍虽为穷班碑的意思。为很穷，班很卑，所以穷是形容词。我们说穷途末路，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是 ADJ 对不对？然后班是名词对不对？没错。那我们说穷途末路，大家熟知的是，所以穷就是末嘛。因为穷途末路，穷是不是就是末？对啊。所以穷班就是末班，末班车，所以要吹，对不对？
可见是胃比较悲，或者是资历比较浅。资历浅的。所以吹琼斑于熬镜，那这有两个，第一个是他被吹，那他是位卑嘛，第二个是他吹人家，那他是带头的，这两个极端，对不对？那表心卧，心是形容层面问题，刚刚琼斑就是斑很末端的，那卧于贺书，卧当名词用有什么意思？那吹表心卧于贺书，那我们先查心卧。表是动词啊，这里对不对？表是动词，所以我们先查心卧是什么。这个琼斑我们刚刚这里有加啦，为琼斑嘛，好，表心卧。跟没有简化字了吧？有，你看心若如轮，这把大概又是跟清晨心卧毅力，哇！表心卧，心卧应该是一个语词，哇！必心卧者，心卧明柔嘛，对啊。缘何出以救恩本故，心卧明柔。你看相对位置，相关之意，所以恩应该就是卧。表彰心卧于贺书，吹琼斑于熬镜。了解了。这可能他刚开始被招为翰林院，所以他最之前嘛，所以赶快来啊！心卧，心卧就心恩呐、皇帝恩宠招你，对不对？招你来做官，应该是这样。那这甚至这一篇我们都可以当作编年来读了，编年的证据。你看礼服，贺前人赠礼服。对不对？礼服，你看那个礼服，他做过些什么官？这里太简略了啊、看了维基百科，哇，真的很爽，虽然累啊、要花那么多时间，可是你看，早期仕途对不对？你看，这是地方官，还没被招到中央去啊、安抚司、幕官。这都是地方的、得罪小孩知道，
没有说他做翰林啊，没有嘞，对不对？他没有到中央做官，只有这个临安府啊，该不会是这个时候吧？啊，竟然跟贾似到成年啊，真不信。是这里表还是动词？没错，表心卧啊，崔琼班啊，表彰心恩呐 啊，以贺书啊，所以心卧，你看还好相对位置相关之意，还知道这个卧也是名词嘛。所以你看，我们不是从照顺序去解读的，对不对？要挑先好吃的先解决。这一次是根据谁来破解的？啊，有嘛，新的恩惠嘛，这有词的就没什么，对不对？表心卧，心卧照乾坤。为什么用卧啊？我们说优卧、哦、表示对你的恩情是很重的。哦、刚刚是看什么这个，对不对？我们是刚出是看这个，知道心卧对救恩，对不对？可是卧即是恩嘛。就等于 N 嘛、嗯、我们再查握你看还没有、哦、没有做名词的握就是 N， 所以你看通常是当形容词用，假如你不是这里，你看石金秀多好，你这里不是像我们刚刚乖乖的老师教了相对位置去读的话，你卧一定就死在那个形容词里头出不来了，对不对？原来这里是恩泽，恩当然是名词啊，对你有恩，有什么东西当然是名词嘛，嗯，啊，恩惠啊，有卧，啊、嗯，对不对？卧等于 N 嘛，你看这都形容词，你看这形容词啊，念屋方言陷入泥中，屋就有边读边读右边而已，你看还没有哎，汉语大字典，对不对？除非他后面有写引申意思，表示恩泽握者类似嘛，忘了。嗯，汉语大字典还没有，你看。我是 N， 你看这个竟然还没有，你看。啊，1810页、1811页，没错嘛，没有哎、欸。多夸张啊！这里反而有，有没有？沃恩沃，你看像他这个主词是说沃恩沃惠，还是当形容词用？哦，你看他详细的或者直接看，你看形容词没有名词嘞，没有，你看。
他这里不对啦。哎，怎么会只有这个？应该要汉语大词典。哦，他这里新沃刚刚既然搜这个词是 n 新的 n 者，那也知道那个是当名词读嘛？怎么还会？对不对？光润光泽也是名词嘛？有没有 n 者这方啊？汉语大词典有，我汉语大词典方啊没有。副词说，明白？这是转品形容词转。形容词转那个嘛，转品嘛。我等于 n。汉语大词典没，反而没有，汉语大词典有。所以表心卧于贺书，就是在贺书里头彰显了皇帝对他的器重。所以此二句应该是这样读。可是我们看他履历并没有这个，也许可以补他的履历。应该是这样读是没错的。表我们可以翻成发布，皇上发布了，对不对？可以发布前面在谁发布啊？然后添置还新的 n 则下诏，下诏在诏书中。在诏书中，然后下诏，这个就不要用表格了啦，我们用颜色来标示。下诏召礼服进京，对不对？然后呢，进京不是赶考，入翰林执事，因为之前，对不对？所以排班是在末端嘛？请问，那意思是这样啊？皇上发布了新的恩泽。发布就是表示，新就是新，恩泽，新当然不用标了哦，我这个比较关键的标就好。啊，诏书是贺书，那其他当然添字还原了，补足他的意思啊，召他进京。崔琼班云敖进，翰林就是敖进，对不对？那琼就是末嘛，末端，末端。所以排班班就是班了，不用讲，因为之前，你看之前之深竟然没有这个词汇，这真的这个词不知道在干嘛。有些必要的反而没有，然后对啊，资浅资历浅为什么那么少啊？难道我有写错字吗？资浅忘清没错啊，就是资历浅啊。生活常说你很资浅。为什么变成那么少呢？那都可 swallow 就是之前的意思啊，资历菜鸟啊，怎么会
之前员工，之前王子，资历较浅，对啊，资格浅嘛。哦，这样这两句是不是都懂了？表兴沃以贺书，崔琼扮女傲金。那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某鸡俗迷驾，心绕贺堂。我恭贺你啦，那这个恭贺，当然，这个应该已经成定局了，那当然可能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所以新恩嘛，所以也顺便贺他，除了贺他新年之外，也那个，那这个。这断句很重要，这就断句了，对不对？这完全是感你断句，句度、想我这一篇讲就好了、那我也会复制这个内容过来了、对，某鸡迷俗驾，心绕贺堂。其实，心机是相对的嘛。这七星大法，这个是七星大法，对不对？迷对绕，所以。心绕贺堂、心绕着贺堂、绕是动词、那我之前还读成摇是你们绕是还读成摇摇是绝对错的遥远可是遥远其实也可以当动词用、绕就没有问题绕对迷是动词暑假对贺堂，暑假当然是他的马车啦，他的汽车嘛，现在还在用啊，什么尊驾啊，对不对？说你的买的车，像刚刚讲到的尊驾，古时候讲尊驾，现在也在用哦，尊驾大家管你的驾也是。就是你的行踪或者你的坐骑嘛、你的交通工具、心绕贺堂、我的身体行踪被俗世所拘泥到您的府上，给您拜年，对不对？因为这是贺年嘛。道贺，道贺就表示他前面升官了、被新沃皇帝新闻、但是我的。的系在您的左右，那就是心绕贺堂，贺堂大家都去跟他道贺啦，那他怎么没有到？那就是这个意思。查一下贺堂有没有什么专有名词？没有。
怕我们那个十全大补完，对不对？自己的学识不足。好，没有这个一样。元贺堂堂，元贺可能是那个复姓或什么。元旦朝贺堂，避之矣。不欲殿受贺。童子心，这可喜可贺的地方，这没有。华鹤堂公司，鹤堂建筑。啊，暂停一下。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哦。刚刚那个，我为什么他表翻成发布诏书，就是因为表是不是有发表？对啊，表有发表，所以就发，因为它是动词嘛。发的单字强迫是在发布嘛，就是这样推出来的。好，这个紧紧的系在您的左右啊，贺堂。那这个是还是带资格。哇，好奇词真不可小觑，这个带资格，不能走贺堂下，昔倘得倘体得走贺堂下而见侯之势力左右，哎呦，金昌先生闻其昔称失贺堂成誉，天哪，金川是谁啊？唐金川是唐。明朝那个大，金为昭的代贺堂之属，九尾狐在身庆贺堂中，喜万天，只有康贺堂老爷在那里陪着。小说许豪门先生西村师贺堂陈赐印，宋王贺堂之海中。你看这个好贫乏啊，还不如人家带这个。哇，这个带资格真的是还有下一页，你看接着贺于堂下，就是在堂下贺嘛，请贺祝贺，拜贺啊！顾虑到手机版的，所以还是开放大镜。
丝路三朝压凤子，杜陵公子汉庭之。雷锋使鹤唐西涧，花府寻妖与数字都是。哎，怎么又跑回来？哦，刚那个是上页。哦，还有下一页。好。就只有这一个。走鹤堂下。啊，不能走鹤堂，金川集。金川是谁啊？唐一时忘记，顺治对的，唐顺治。对，这个就是那个鹤堂嘛。不能走鹤堂去。古今一父子，是胜者必推蜀。李丰居七十序。这个他反而这个前面没有。那四库全书的为什么这个没有呢？不可能啊，还是我们还没找。哦。人命六亲往鹤堂位。这个可以看。人旦朝鹤堂比。哦，这里。宜得守鹤堂下。看这个好了，这个至少是传统字嘛。他既然说是四库的，就是寿九十翁杨守愚，怎么会变这个？人寿，我注文哦。人命召六亲往鹤堂，为往鹤堂为四座。人瑞房者，堂为四座了，这个鹤堂是分开来，然后造之变殿，人命六亲往鹤王去他那里到鹤堂为四，为因为这个缘故才做这个堂，仰看前辈一辉光，这个是堂嘛，人寿堂者，这个堂，其实鹤堂不是一个词汇啊。可是就是到这个堂这个房间这个地方去祝贺他，类似他这一讲的新绕贺堂啊，鸡迷书叫新绕贺堂嘛，还是到你的府上去道贺啊，因为现在你府上充满了喜贺的之情，应该是所以这个不是。那这个才是。这个鹤堂就是这里的鹤堂，可惜竟然没有图。那这个其实，这个也有，看这个它有没有图？日本人做的这个，对啊，还是没有。
这也没有。李丰君七十婿待人作，春翁失鹤唐城赐印。李丰君十代人作。唐顺之啊，然后贺唐，唐顺之也是古典人物。君与太傅行也，封君，我的太傅行也，应该从这里。太傅或大傅就是祖父，行就是行辈嘛。道远不能，你看道远不能走鹤，堂下，所以不是走鹤堂下，所以他还是走鹤堂下。一唐于得走鹤堂下，而见侯之势力左右，将有局说求去，如秦公之客乎？这他还不是，所以贺唐绕贺唐，此表。李伯奇听唐在新年间必有众人走鹤其间，这里用他走鹤嘛，走鹤其间无名鹤唐，走鹤其间顾名贺堂，是这样。那这也是当名词，这不一样。这还是走去他那里啊，到他那里道贺，然后在他的堂，这省略的在啊，在他堂下道，新绕贺堂哦。暑假，暑假已经是对贺堂啊，形容词、名词这样，然后。暑假对贺堂，相对位置相关之意。暑假对贺堂也是这样。这也一样，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那我以前标这个颜色，就是怕这个加了一个标点符号之后，它就那个了。可这个只是一体字，这个没什么，对不对？
这一定是相对位置相关之意嘛。那重点就是整中，对不对？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这个，整是心明啊，对，倒是没有啊。那如果你可以用心整去查，可能也可以。我整心。没有，整中查过了吗？嗯，汉籍应该相对的最少，那资料量也不算少了，可是就你看，若我心入枕中，啊，病大起，心摇止于枕中，全权攻受，那就是枕和受有没有什么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再查一下这个枕受词典模糊。有时候就是这样凑成一个新词都没有，没关系，枕受两个有什么关系？不枕祝寿，枕心哦。正念，正念熏油，又因正，啊啊啊！因为你看才横山，那横山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对啊，横山前面才，你看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嘛，对不对？然后祝寿词寿别，哎，南山南药居周礼直方士，南岳横山上应，上应，这个应是动词啊，上面对应到啊。嗯，哦，他这个已经有了，用文王子，好，我们尊重他，用他，很好哦，他会主动读到这个剪贴簿里头，上应是向天上对应的意思。
后换个颜色。上面对于天上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中的整星，整星司，整星司恒主寿，故南越早就被世人尊之为寿月，因为有寿，刚好礼服又是在恒山，所以你看这个答案不就出来了吗？好，再来，这个好像太小了，不要掩盖人家的。好，这样可以。整钟你就知道辛爻子与整钟公寿，对不对？你就知道辛和寿有关，跟整还有南越有关，对不对？寿，我不放心啊，查一下国语词典。好，那这个不用讲啊，乌鸦座。就只有这样而已，都没有讲它的意涵。整宿可能有。没有，都没有意涵。我们是查那个看到的。所以你要学这个读懂的话，寿比呢，包括这怎么检索，碰到困难怎么说，竟然没有写南山是指是哪个山，所以我们说南山人寿不是有公司，他就是用这个嘛。其实寿比南山，你看南山不一定是恒山，我觉得，很怀疑，所以我都不放心啊，那是他自己一家说法，对啊。这时候难道有到南岳恒山吗？对不对？这是出自诗经的，未必是恒岳。不知道 为什么有这个说法，但是可是确实回来对应文天祥这个可能是一个习俗或一个说法，那文天祥用也我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很难讲啦。这里当然我们不录到我们那个因为一般都南山的寿知道是出自诗经嘛，我就是这样觉得怪怪，记得以前学并不是南岳恒山所以孔未确也，就是恐怕不是很确实就可以自己去查，我就不附网址了因为寿比南昌很常用嘛，但是他一个说法，可是他却是对，就是这个他也是这样这个怎么样给它放大一点呢？直接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比较实在。
点它就可以到这个连接了啊、哦，反正它这里是说属人间寿命嘛，可以跑到这个连接就好了。整念，整念好像是指那个深沉的思念啊，痛切真怀啊，悲切思念啊，悲痛，你就想到看诊，之前你刚换部首要看病，不是什么好事，真啊，真怀，好这个。OK， 整心，所以你看用瘦的关键字去查，所以你看找这个答案的过程也是有技巧的，有没有？你看你抓什么，你光用枕中查大概找得到啊，止于枕中，这只要枕就好了啊，所以没关系，我们留这个好了啊，记录自己学习的过程。全权恭受，恭受全权啊、哦。那全权是诚恳的意思啊、哦。那诚恳就表示你的心意很明白啦啊、哦。全权福音，胸胸全真诚恳明明，万心静默眷恋啊、哦。我想的，默想心全权嘛啊、哦。我想的你，所以这里还是要全权恭受我。为你的这个新的一年又增加一岁了啊！这个寿不一定是祝寿啊，新正就正月，又平安增一岁，是这个意思。全权共受，我很开心，你又年长了一岁了，诚恳的眷恋。然后的攻受，然后雪莉残余门坏，耿耿于怀，所以攻对羽嘛，这个很明显嘛。可见做鱼就是我啊，全权恭受对耿耿于怀，在我的心全权就是耿耿嘛，是很明白很诚恳，我都没有忘记啊，刻在心里，所谓刻骨铭心嘛。在心里是眷恋着，
梗，当然不是这个带回欧洲不对了。诚信跟全权是不是类似？一片忠心嘛，啊，固执耿耿，然后写有汉用耿耿，表达他的忠心、明亮、冒险处，啊。那剩这个了，雪莉残于门外，心遥指于枕中，对不对？这应该是城门立雪的典故。先查一下吧。雪莉看到有雪有莉，所以可以想到。拜见陈怡，刚好碰上他坐着小睡，二人不敢进入，便站着等待。陈怡醒来时，门外已下雪一尺多深。梁史传，尊敬师长和前程下雪，立雪，立雪城门，城门雪，啊，雪莉残于门外，雪残则是残什么？残冬嘛，啊。就是对错问题回而作，是不是就是对不对？正月嘛，啊，那门外是对什么？清绕贺堂，表不能轻视，忙堂外，对不对？恭敬致意嘛。是这样。啊，就好像城门立雪，啊，就好像城门立雪那般，啊，雪莉残于门外，啊，那残也斜身双关嘛。惭愧，不能亲自登门拜访道贺。贺年，对不对？贺年就是这里的贺镇。有这个词贺镇啊，明白？贺镇几次贺年？那时候，啊，贺镇，所以这个词，这个是古文词汇。不错，国语词典还有收这个贺镇这个词。这样是不是就很清楚了？耿耿于怀。啊，那我们在最后检验，就是城门立雪跟他有没有起冲突。那问题是他用这个典故，可能未必是师生。这叫什么文学理论？七星大法嘛，对不对？啊，他们未必是师生，不要那么呆啊。他用典故未必是，那如果刚好是，当然，
就更，这当然是思考嘛，啊，还得待考验啊，考究啊，研究啊，到底是不是师生？只要是，更是不用说了，他等于是帮给老师拜年嘛，啊。那这用的典故就更贴切。嗯，上个厕所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哈。这个如果对啊，正好是那整篇我们就圆满了，啊，就是最后检查这个城门立雪的故事。嗯，时一日见疑，疑偶名作，时与犹作思立不去。一骑绝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时见二乘一路，卷十七侯仲良侯子牙。后因以城门立雪为尊师重道的典故，早立城门雪。其实他这里用蝉，只是说蝉于门外。第一个可能是双生，双生双邪生双关。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表示季节了，刚好新年嘛。雪立蝉于门外，两个都是这个蝉嘛，没错嘛。雪立，那雪立就是在雪中站立了，城门立雪，这应该，这个天字还原嘛。所以你要找对主词，不是雪。啊，就好像什么？新年快乐。不是新年在快乐一样，对不对？在新年中要快乐，省略啊，他在这里，所以一定要找对主词，弄错主词了就会读错，常常读错，这些为什么说九行神功就提醒你这些容易犯错。雪立，不是雪在站立啊。然后可是来了哦。子是心，对不对？子的动词是心，蝉的动词呢？对，是雪嘛，绝对是雪蝉嘛，对不对？那这个没问题了，不是人蝉嘛？子的
主词是心，当然是心在指啦，对不对？所以才知道，所以呢，雪的主词是什么？对不对？对不对？对不起，蝉的主词是雪啊。先抓动词啊，对不对？是雪蝉，不是人蝉啊，是不是？是雪蝉啊，残雪。即蚕冬，对不对？新春嘛，对不对？蚕雪不就是冬？雪是冬的象征意嘛？当然不是科学意哦。春天，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已经三月还那么冷，哦、春天就不下雪，不是嘛？啊，只是交代个季节。雪历是人历，可是是雪蚕，对不对？我在蚕雪之际站于门外，啊，没办法。所以最后答案就是我在残雪的残冬无法亲自登门，只能在此深深的思念，对，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哦、根深的意思念，哦、谁思念呢？鱼嘛，所以你翻译不一定要把鱼，当然是我思念呐、啊。所以你看，有时候反而是翻译的主持神了，有时候原文反而不是。所以文学都是这样灵活，那有时候常常是原文神，我们再给它补回去，对不对？填字还原嘛。好，那就应该 OK。看花了多少时间可以来准备我的第一整歌了。嗯，你雪莉莉雪怎么查一定是只有这个吗？我、哦、难道还有没莉雪身上城门莉雪没有简化是莉雪莉雪抽到那雪莉呢？雪莉没有啊，莉雪力学城门，力学神伤，城门力学，力学城门，雪莉，就是保确保没有阴沟里方谈别的典故啊，对不对？哎，师长走了，所以神伤嘛，力学还是指师长，嗯。参见城门力学嘛。所以这个要研究、哦、文天祥的老师是谁、啊、对他的老师是谁、啊、你看他跟礼服什么关系，当时奉诏秦王的只有张士仪，你看礼服啊，你看李福也是其中之一、哦、他们应该只是同事，应该不是师生关系、哦、还有哪些不知道英雄们，你看李福也是所以这叫死海沟沉嘛，已经被沉没了。嗯，对。对。他做过翰林的官，也只有这里提到，对不对？那还不错，可见皇帝很赏识他，他也以死报国嘛。这当然都是后来人乱画的。哈哈哈！关于礼服事迹，这个给他
宁可参考，对不对？和全人证。参考的必须，对不对？所以这都是师生、哦、他既然用这个典故，唯一的疑义就是他不是师生关系，用了就不贴切、哦、可是也不要就是说那么死脑筋啊、哦，那个文学员麻烦，前面提到好处是含混，坏处就是这样啊。哦，那到底是不是师生关系就不知道哦，你要再研究就不能。那你看这个力学，其实禅宗慧可就已经有了。哦，你看佛门先有，儒门又跟得上。所以你看他如果取用第一个典故的话，对不对？那其实他当然不是求法嘛，只是那种殷切对对方他的对象那种殷切的心情啊。如慧可知一达摩，对不对？用小字哈。哦，那时候还没有拜达摩祖师为师嘞。哦，他们是最后达摩给他指示，他只是去求法。哦、那种自诚殷殷的力学求道。啊、哦，这就是主要是达摩的力学求道。好，就这样了。圆满，大概是这样了啊，还有不足的以后再补了啊，啊，就到此为止了啊，我这个等一下再弄一弄，应该第二集而已了啊，后面留两个是那个以后的人可以，我以后的教还可以用，嗯，然后分享给大家就圆满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